欢迎收看106年7月4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您来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实践新农业，市府农业局提出多项策略，包括聘请专业植物医生协助生产专区，增加产量和产值外，也推动农村观光和开发 App 软体，活化在地农业。左营区372巷道拓宽案土地征收完成已经多年，却卡在少数屋主不愿拆迁，导致拓宽案延宕，造成救灾消防车辆无法进入，引起当地居民公愤集结抗议。天气炎热，流感疫情跟着拉警报，高雄市最近几周流感就诊率高达12%，相当不寻常。市府卫生局研判，可能因为天气热，大家都躲到冷气房，造成群聚感染。新闻首先要告诉您，为了实践新农业的理念，市府农业局率全国之先聘请了一位植物医生进驻美农生产专区，成功提高闽豆的产量和产值。另外，一日农夫的体验游程也带动一股农村观光热潮，活络农村经济。而农来趣 APP 也解决产期缺工的问题，都成功的活化了高雄的农业。来去农村住一晚，采摘水果，感受农家的热情，当然也掏腰包买了不少农村的农特产品。这是高雄市农业局推出的一日农夫游程，经过特别设计，吸引国内的旅客，甚至进军香港，开拓农村旅游市场，增加农村收益。我们的社区看得见它的未来，我们的社区从 minus 变成 plus， 也就从亏转盈，而且呢可以协助我们的老人送餐的服务，就从这边营业里面呢来提拨一些金额做一个送餐服务。农村有好的农特产品才能够吸引游客前来，市府农业局也聘请一位植物医生高佩玲派驻美农，协助农民诊断作物病因，并且用药防治有成。原本1公斤30元的闽豆，竟然够卖出110元的好价钱。我从美农区的闽豆开始，他从原先我们的一个饲料量或施肥量大大的降低了好多。第二个，它因为它的品质优良，然后从这样的价格里面，从30几块现在每公斤达到110。有了好品质的农特产品，却没有人采收，缺工问题让农夫伤透脑筋。市府农业局开发农来趣 APP 和 LINE 群组，作物成熟需要工人采收，只要将讯息PO上网，就有一群学生打工族可以来帮忙。我们这次的育禾包一个采果，短短2个礼拜你要采收完成。除了如果只有靠农业技术服务团是不够，因为除了包装，怎么去打包，怎么去配送，这种属于临时性的。所以说我们号召了用赖群组呢，我们聚集了很多的大学生打工，然后解决了临时性缺工的问题。受到食品安全的冲击，社会大众都了解农业和饮食的重要。市府农业局不断推出新农业政策，为民众食的安全把关，也开拓多元的行销通路，提升农产品价值，让年轻人愿意回到农村，活络农村经济。港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市左营区的372巷道拓宽案，多年前完成前段土地征收，却因为卡在少数屋主不愿意拆迁，导致拓宽案延宕到现在。居民担心巷道狭小，万一发生火警或是长辈生病，救护车、消防车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市议员陈梅娟找来新工处的官员说明，希望赶紧将这个问题来解决。你头前跳。狭小巷道内挤了数十位民众，拿着抗议标语，要求市府赶紧处理左营大路372巷的拓宽案。对啊，他已经不是说有领那个补助金了吗？对啊，领的话就要拆啊。
他坚持不拆。为什么这么气？原来这条两米巷道早被列为计划道路，而且前段土地已经完成征收，却因为屋主不肯搬迁，导致拓宽案延宕多年，仍然搞不定。县政府里面已经有把60米的土地的征收款已经都发放完毕了，为什么地上物你们不开呢？那这样影响到后段人的一个出入安全，加上是如果你前段不开，后面更自爱难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政府既然你这前面那60米已经土地征收完毕，我希望你们不要再代乎其职，应该该做的事情要把它做好。巷道狭小，不仅救护车、消防车无法进出，巷内环境更是脏乱，甚至连自来水管线也无法铺设。居民要求会勘的官员赶紧解决，却得到这个答案。阿德上母迄阵东西都是停了，因为那个时代变迁很久了啦。那段时间为什么停下？可能是他地上物的抗裂行为太激烈，所以说政府才会做停下来，等预算整个再到位之后来。这条不是重要干道啊！你甲拆170米的长，搁挖条大路拢无重要干道啊！你两间厝甲拆，你我十几个人是要哪生活啦？这个答案居民无法接受，也抨击屋主拿了补偿金却不肯搬走，实在没道理。路数细条啊，救护车袂当入来，消防车都袂当入来啊！路个环境歹啊，所以希望个市府机会。感动是这个问题。那因为前段已经有征收，但是那边的屋主是反对的。那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说，你不能为了前段反对而影响到后段人的生活安全。所以我们也一直希望是说，如果你已经征收了60米，就先行开辟。议员陈梅君表示，272项拓宽经费从6年前的4000万元到目前1亿2000多万元，如果市府坚持拓宽要一步到位，在财政拮据下恐怕有困难。只是巷道一日没有完成拓宽，当地居民一刻也无法安心，就怕哪一天发生意外，造成人命财产的损失。港都新闻王思武采访报道。市府进行83期公办重划动土之后，代表亚洲新湾区开发的最后一里路也正式起步了。未来将串联海鹰中心、旅运大楼和捷运轻轨等重大建设，带动港湾经济产业发展。市议员龚建蒙除了乐见重现海洋城市的风华之外，不过也提醒市府，高雄港毕竟有工业港的背景，开发的同时也要兼顾安全性。体验高雄港湾的雄伟，不论是新建中的海洋流行音乐中心以及旅运中心，或是已经启用深获市民朋友喜爱的图书总馆，亚洲新湾区已经越来越有型。在市府启动第83期公办重划工程后，亚洲新湾区开发的最后一里路也启动，未来串联轨道建设和百货商圈，产经活动带来的效应将不可限量。它可以带动的观光休闲跟艺术文化产业的一个大变革，未来还会有捷运的轻轨串联，还有黄线两条环线，不管是轨道建设或者是这些观光休闲建设，都能为未来台湾整体的观光休闲跟艺术文化带来重大的影响哦。长期在市议会担任财经小组关心高雄市产业发展的市议员郭建蒙，除了乐见市府推动亚洲新湾区的积极努力有具体成效之外，也不忘提醒市府要有居安思危的前瞻策略，让高雄港的转型兼顾安全性。不管它是会爆炸的化学物品，或者是易燃易烧有毒致命的这些危险物品，都在这些港湾的周边。高雄市在开发亚洲新湾区，变成观光休闲功能，如何把高雄港在确保它在港务运输的交通运输的一个功能下，是高雄市政府目前跟交通部相当大的挑战。郭建蒙也曾经在总质询中关注港湾区目前还有300多座油槽的安全，预计在民国113年迁移。郭建蒙除了要求市府加强与港务局联手维护港湾安全，也多次亲自到港区观察货运进出是否有安全疏失，尤其应落实危险物品船舶货运应有前导艇领航，才能保障港区安全。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接着来关心您的身体健康。最近天气炎热，流感疫情却没有趋缓的迹象。高雄市最近几周的流感就诊率竟然高达12%，相当不寻常。市府卫生局研判，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大家都躲到冷气房，造成群聚感染。呼吁流感病人尽量待在家中休养，减少出入公共场所，以防疫情扩散。
流感流行季节从十一月份天气变冷开始，之后就会趋于缓和。但今年入夏后，流感就诊率竟然比过年期间的10%还高，高达12%。个案大多处于人口密集的机构里，还好通报后卫生单位适时介入，没有让疫情扩散。门急诊的就医人次上面呢，好，那也从过去的大概一般过年前后大概不到10%的水位呢，上升到将近12%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在我们的一个掌控底下呢，这些小规模的群聚呢，大部分都能在第一时间呢就能够确实掌握，而且有效的介入进行一些防疫措施，那所幸也没有造成一些比较扩散的一些疫情状态。天气炎热，流感疫情不降反增，市府卫生局研判可能是天气热，大家都躲到大卖场、百货公司和电影院等有冷气的密闭空间里，因此如果本身是流感患者的话，就应该少出入公共场所，避免散播流感病菌。只要是发烧的病人，只要是发烧的病人就显示出他的体内相关的一些病毒量是比较高的，那应该是要尽量留在家中，留在一个自己能够独处的一个空间，不要跟其他的人，包括家人，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接触。至于一般民众在出入公共场所时，最好要戴口罩、勤洗手等，做好自我防护措施。特别是高龄者，一旦感染流感，很容易并发重症，要特别小心。在出入人口密集的一些机构，或一些场所，特别是夏天有空调，然后密闭的一个形式的一些，比如像大卖场或百货公司之类的这些场合，电影院等等的，那可以的话，可能全程要戴上口罩，对于自我的防护会比较有效。暑假期间，学生放假，减少校园群聚感染的机会，但还是会去有冷气的公共场所，或者搭火车、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这些密闭空间都是流感感染的高风险区域，都要做好自我防护，才能够远离流感威胁。港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退休之后的生活，你给自己什么样的安排呢？小港区港南里有一个土风舞社，参加的妈妈们每个都是身材曼妙，而且穿上美丽的舞衣跳起舞来更显自信优雅。里长郭英英表示，土风舞社在港南里已经超过16年，吸引越来越多的里民加入，大家都在这里找到健康和快乐。舞衣上的裙摆跟着音乐旋律摇曳摆动，更显妈妈们婀娜多姿的好身材。这里是港南里土风舞社，不说可不相信，眼前这位美丽的阿姨已经超过70岁。她说，一切都归功土风舞带给她的健康快乐。你来看我这个阿姐吼，已经76岁啊！哦，你唔通看伊安尼，唱歌跳舞样样真正有够有活力的啦。我已经伫遮10几年啊，我63岁才开始来遮学的，嘿，所以吼，鼓励大家妈妈吼啊来遮呢跳舞吼，安尼运动吼，身体搁较会好，搁较开朗，啊，搁较会水当当。郭里长表示，港南里土风舞社从上届里长延续至今，已经超过16年，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每星期一到五的练舞时间，就是妈妈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我的感觉吼，阮大个拢活力足好个嘿，啊嘛足年轻啊嘛，你也看个个大拢美女个，身体嘛。每天出来运动，就是咱的身体一定绝对健康的。以前嘿办这个活动吼，让阮大家当安尼，每天快快乐乐，安就吃，身体当健康。谢谢阮里长。女孩子也懂得装扮自己。对对对，像我们就会打扮，就会跟平时不一样，大家都会穿很漂亮的衣服。1、2、3，跳累了，喝个水休息一下，大家也能趁着空档聊聊天、切磋舞步。音乐声响起，妈妈们又犹如美丽花蝴蝶翩翩绽放。欢迎大家来到港南里土风舞社，近距离欣赏，和妈妈们一起变健康，变得更有活力。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越来越多人开始学习越南语，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开办的越南语教学班，也是一推出就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未来市长部也将陆续开办产业系列讲座，邀请专家学者和民众近距离交流，希望透过与民众更密切的接触，加深党部多元形象的建立。趁着非选举年的空档，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也做了内部空间的改装，除了加强外观的活泼设计，内部一楼也规划阅读区，提供免费的茶和咖啡，希望让党员和民众到党部拜访时能有耳目一新的感受。像我们现在已经办了一个东南亚的一个歌唱比赛也办了，那现在我们目前还在进行的就是越南语的教学初阶班，我要看状况怎样，如果踊跃的话，可能中阶班、高阶班继续办。未来，比较就是办个垒球赛也好，办个那个篮球比赛也好，都在规划了。除了外观的设计更加年轻有活力，市党部也推出成长课程，让市民朋友参加。其中越南语言学习班一推出报名，名额就被秒杀，连自己人想报名都没办法。未来市党部还将进一步办理产业相关讲座，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那因为我本身在市府比较多年，我对产业一些东西比较有兴趣，包括数位内容的部分，包括会展产业，我会陆陆续续规划一些座谈，让民众参与，找一些讲师也好啊，所以我也可以上去讲，大家聊聊说未来高雄的经济发展的方向。主委黄彦玉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让市党部更深耕基层，也成为中央和地方沟通的桥梁，让完全执政的民进党更贴近民意，建立多元形象。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还要告诉您，在物价飙涨的时代，十块钱能够买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呢？答案是有的。在高雄市的自强路上，有一间经营半个世纪的炸物店，店里面卖的白糖粿深受街坊邻居的欢迎，甚至是国外的观光客也慕名而来，就是想一尝这铜板美食的滋味。白糖粿一卖30多年没有涨价，坚持一个10块钱，许多人喜欢来到这里尝一口白糖粿，仿佛重温儿时的甜蜜回忆。老板娘，我要一个白糖粿，多少钱？一个10块。哇，才10块，真的好便宜哦。那就多买几个。好啊。白糖粿一个才卖10块钱，这让两位看着美食地图按图索骥找上门的观光客感到不可思议。尝了一口，更加肯定这铜板美食的好滋味。看上去外边是硬的、脆脆的，但是吃下去里面是软的，所以在台湾可以吃到这么在地又好吃的小吃，感觉好幸福哦。位在自强一路上这间不起眼的摊贩，制作白糖粿超过半世纪，店内的阿嬷靠着好手艺，不知道吸引多少熟门熟路的老饕们来这边一尝白糖粿的好口味。这么多年来，哪怕原物料已经飙升好几倍，店家仍然不涨价，坚持一个只卖10块钱。所有人客来这吃的吼，拢是学了阮的白糖粿好食阁俗啊，会使讲吼，全台湾省无这俗的好食的啦。阿嬷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即使传承到第二代，店内贩售的炸物也增加不少。炸得金黄酥脆，内馅软 Q， 沾上糖粉、芝麻粉就能大饱口福的白糖粿，还是客人的最爱。就甜甜的，然后就 QQ 的，然后软软的，然后又很便宜 ，Q， 然后很就是很新鲜，都现炸的，然后又很便宜，一个才10块。虽然其他地方也是，但是这家就是特别好吃。我们都用在地的糯米啊，对啊，没有什么特别。我们没有添加其他的什么白米啊，什么就是冬糯米，是吧？我讲吼，好，我从阮阿嬷的时吼，甲恁食到涨死啊啦，啊，真正吼，拢无输以前就对啦。每到下午，刚下课的学生，打算吃份下午茶的上班族，都陆续来到摊位前，点上满满一包的白糖粿、芝麻球或是番薯糖。算一算，花不到100块钱就能品尝那甜中带香的好滋味，说是港都人的小确幸，一点也不为过。港都新闻吴秉源、王思武采访报道。学生放暑假了，正是亲子共学、培养感情、互听心声的好时机。在博尔特区有一场亲子影展，主办单位挑选12部获奖影片，关注亲子教育和过动等儿少相关议题，并且还有映后座谈会，让亲子藉由影片的引导，更加了解彼此的心声。
这项影展挑选12部影片，都是世界影展中获奖的佳片。主办单位将影片分为4个单元，有童心世界、校园私角落、天才天才、过动人生。希望父母放下忙碌的脚步，在暑假期间陪孩子一起探讨学习和教育的议题。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主流的价值的一个期待，甚至现在可能也有鹰爸吼那个虎妈的一个或是直升机父母呢，其实也对很多的老师，他其实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产生一些阻挠。影展中也首创结合电影和绘本，开启孩子的思辨和阅读能力。在高雄场将精选3个电影场次的映后座谈，将由亲子共学团的说故事团队带着绘本和观众探讨电影和绘本当中的议题。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个大人的心中都有住着一个小孩子，那也希望透过我们弯下身来，然后以孩子的一个视觉角度来看每件事情，来看每个事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到，那家族的囡仔跟你打拢赶快。我想这个就是嘉义一直特别强调要还孩子自己的学习空间的概念。其中刚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韩宇桥和妈妈许博慧，也带着以亲身故事改编的《白童翁与我》绘本到记者会的现场力挺，分享一路上养育孩子的心路历程。任何一个大人都不可以去过度的干涉孩子他自己成长的人生，不管你是，其实他是你的孩子，你把你的时间、你的期望，你过度投注在孩子的身上，这些对你自己和对孩子都是很扭曲的。这项亲子影展已经举办第二届，7月1号到9月30号的每周六日10点半，在博尔电影院的印象空间举办。另外，7月7号到13号，每天下午1点，在台北播映。民众不妨利用时间带着孩子一同欣赏。港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炎炎夏日，来个清凉的冰品最消暑。为了替民众吃的安全进行把关，市府卫生局针对连锁以及一般饮料店、制冰厂及卖场贩售的冰品冰块进行抽验，第一波共抽验了34件，其中有4件的卫生标准和规定不符，不合格超过1成以上。卫生局表示，这一次抽验不合格的产品，检验出生菌数、大肠杆菌数都与卫生标准不符，其中1件冰块和冰淇淋都为店家自行制造。卫生局除了依法要求店家下架，并且要求限期改善，到时候如果未改善，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也呼吁民众夏季天气炎热，病菌容易滋生，注意饮食安全，才能够消暑又安心。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提醒您，青年港都亲子爱相伴电影院系列公益活动本周六7月8号将巡回到前进区万兴宫举行，现场除了播放电影之外，也有适合亲子同乐的游戏，以及免费兑换好吃的超阿贵、欧龟挑、祖孙饼，以及 3D 虚拟眼镜。7月8号星期六下午6点半，欢迎观众全家大小一同到前进区的万兴宫来看电影换好礼。至于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一起来关心。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度到35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度到34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度到35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度到33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谢谢您的收看，祝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的一天，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做歌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予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修旧到顶，爱护环境。厝边头尾讲有笑，美丽社区有你有我，快乐最伴。每礼拜四凌晨九点，请准时收看上爱你的公立福利站。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